看场合乱穿搭，高级饭店穿前拖啊。因为他喜欢去吃饭店的早餐嘛，他就会穿阿贝的吊嘎，然后他穿纸拖鞋哦。女友白目乱打扮，好身材露给妈妈看。我的就是妈妈来台湾，她穿了就是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。妈妈是不是问你说是不是拍片认识？今天晚间11点，东森超市1/2强。